想好了吗？哎，我要这个数，卡号在上面，尽快到账啊。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呀？借条什么意思？你记住了，多一分我不要，少一分也不行。我的什么身份证号、卡号啊，还有什么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都在上面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还钱。就这样。 28万4800元整。朱哥，我来了。坐。你兄弟那边怎么样了？报了这大嘴巴，又跟你说了。赔了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你那个小皇冠没退货吧？问了，定金是拿不回来了。啊，你千万别退货啊！我现在有钱了。用你出国的钱给我闺女买礼物，那你说过我还是人不是人呢？ 哎，你放心，我出国的钱我一点都没动，我说的这个钱是我额外挣的。哎，问你个正经事儿，你知不知道靠谱点的、办假证的地方？假证？嗯，你不是正规112大学毕业的？什么？那是211，而且我要办的也不是学位证，是结婚证。 是这儿啊！行了，你别着急了，我下去找人问一下，你在车上待着啊。你好，有人吗？请问一下，有人？ 找谁啊？我找老三。我就是。啊？你是那个要办结婚证的哈？啊。价格叔哥都给你说了。啊。照片资料都给我。照片？你结婚证上不得有合照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合照。合照没带。啊，那没事儿，我们这儿也提供照相服务，不过另外加钱啊。 啊，那没关系。哎，稍等，我想，你是不是可以先把曾经办过的结婚证给我看一眼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信不着我呀？不不不不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过去，看看那箱子里，去看看去。我们这印刷、刻章、纸张还有编号都跟真的一模一样，你还要什么特殊要求啊？没了没了，挺好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把人叫过来拍照。 哎，找着地儿了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拍照，走。那些人是不是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青龙跟米老鼠啊？要不还是你自己去吧。我麻烦你，脑洞不要开那么大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办假证，不是贩毒。赶紧下车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肚子突然特别疼。给我装上是吧？去洗手间。你看你这小胆儿。我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哎，我先去洗手间，洗手间在哪儿啊？啊？ 这里边是能办证吗？你们也办证的？不是，这俩人是？他们俩也要办证，就带他们一起过来了。好，行吧，跟我来。来。照片呢？照片？结婚证当然要两个人的合影了。那个，您稍等一会儿，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证和真的结婚证区别大吗？你是不相信我是吧？喂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箱子里面全都是。
不信过去看。看看啊。小子，学的还挺像。这印刷、纸张、刻章、规格、编号，是不是跟真的一模一样？这里头有真有假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你们分得出来吗？这做一个证得多少钱呢？1000块，只要1000块，需要先付个首付就行。500，另外500呢，你们来拿证的时候再给。你要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提出来。你瞧瞧这纸张，这排版，我们绝对是良心制作。现在没照片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最专业的照相服务，就在旁边，立等可取。你看看我们这效率，这就叫专业。这就对了。哎，干嘛？我们是警察。啊？知道你们俩犯多大事吗？你们俩犯的事都给我判刑了。学生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，还有结婚证，真够丰富多彩的。这没拿走的证件都这么多，卖出去得有多少啊？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吧？知道不知道你们卖出去这些假证给国家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啊？你们犯了伪造、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，以致公司、企业、事业耽误印章罪，判你们1年半都不多。警官，别吓唬我了，我还是懂点法律的，应该不至于吧？你知法犯法就更不应该了。喂，弄错了，我们俩不是卖假证的。警官，我们是买假证的。撒谎走点心行不行啊？啊？来，小王，去跟他说一声啊。好。舒哥，舒哥，舒哥和老三被抓了。什么？你说他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老三他们怀疑是舒哥把警察领过去的。胡说，舒哥是我兄弟，怀疑他就是怀疑我。你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没事别再找舒哥的事儿。还好人家调查清楚了。只是批评教育放了咱俩，你说这要是没调查清楚，我们俩就剩办假证的了。我就说了吧，便宜没好货。你这是在怪我吗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明天必须看到证啊。不可能，我良心过不去，我不做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在天台上救我是真心的，还是怕房子卖不出去？你说呢？你现在办证是为了帮我，还是为了钱？为了钱？难道为了帮你啊？那不就得了？给自己立什么牌坊呀？我给你加价。钱我不想要了。你都已经拿了，不然你现在给我。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不过你可以加利息，想加多少都可以。你当我放高利贷啊？我说什么了，你就要临阵撤兵？而且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是，这事我真不能做了。我现在觉得对不起我爸。把你爸都搬出来了，行行行，冲你爸加多少吧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骂我就可以了，你侮辱我就行了，你带着我爸干嘛？你才有病吧？你坐不坐了？不坐你下车。
你干嘛呢？芊芊啊，你跟一如在一块呢？来我家玩啊？喂，你们怎么那么吵啊？酒吧呀？哦，那酒吧我就不去了。宴客老据点，帅哥美女约起来，谁不去谁孙子。说的话到。哎，你打错了吧？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啊，我就。哎呦，他哥多了，我们要送他回去，他非不肯。你一定要自己来接他。啊，那这样，那好吧，那你等我一下，你发个定位给我好吧？别发定位。好。是你代驾，带我飞吧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时间还早呢，进去喝两杯，大家都等着接。飞飞飞！行行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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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天喝太多了，真的不能再陪你喝了。他车呢？啊，那边。哦，看见了，谢谢啊。走走。上上上上！哎，小心，小心走。回家呀，回你家。我不回去。你不回家，你回哪儿？除了回家，去哪儿都行。哎，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要跟小孩子一样闹，好不好？我不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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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不回家，不回家。来来来来，你这……听话，我帮你把安全带系上啊。我不。哎呀，我老不带钥匙，我这正关键。回来的真是时候，我这开会。哎呀，闭嘴啊，什么都别说。哎哎，好好好，马上到家了啊。好好睡啊，爸。
我就要嫁人了，你答应送给我的礼物呢？不对，我嫁不了人了，他不要我了，跟你一样不要我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是不疼自己孩子的。那你还走？那你还一走那么多年不回来，天都说我没家教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不稀罕，是我不要你们的，是我让你们先走的。女儿乖，你听爸爸说，爸爸觉得其实心里对不住你。吃一冰箱里有果汁和咖啡，但不要空腹冷饮。他就喜欢喝冷的。桌上有早餐，走时做好门。挺用心啊。他对我做了什么吧？昨晚上什么情况？你就当做了一场梦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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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。看不出来你挺有本事啊！啊？总部说你接待广告公司表现不错，对方也不知道夸了你什么，反正就是投诉那个事就一笔勾销了。哎，投诉的事情一笔勾销了，那业主不追究了？谁说业主追究？不是你，我什么时候说业主？那谁啊？你问谁呢？喂，马可。哎，昨晚上咱不唱歌来着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那后来怎么我就，我是不是喝多了？后来发生什么了都？不是你吵着嚷着让姐夫来接你的吗？不过姐夫人还真好，又帅又体贴，那情话酥的呀。怎么突然要走？家里有一点生意上的事要处理，我会尽快回来。好，我叫司机送你吧。
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。那我先走了。一路平安。我顺便围观一下。鬼鬼祟祟。哎，对了，那小子叫什么来着？谁啊？哦，舒克，30岁，知名海龟设计师，那叫一个有才华。你不用工作吗？谁？刘宇，来我公司一趟吧。凭什么？关于桃花的事，我们早该聊聊。不然我去你公司找你。别，你别来找我，我也不会去找你的。我们别见面了。喂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啊，跳楼妹吧？哎，你瞅你这一脸重逢了初恋的表情。刘宇，刘，不会穿帮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找我聊聊。那你是招是不招啊？这样，你把你平时那个相亲战袍，就是那个名牌西装，借我穿一下。哇，那么多呢，那个呀？就是你瘦的时候买的，最小的那个灰的。行，你，我得好好琢磨一琢磨，我得试探试探他到底什么反应。如果他对我羡慕、嫉妒、恨的话，那我就屈打成招。如果说他不是你，这什么逻辑啊？你这是？你想想看，跳楼妹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什么？因为她很爱这个男人。那如果这个男人现在心里还有跳楼妹的话，那我就该退位，凑合他俩好。那如果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，哼。那我就得全力保护跳楼妹仅存的一点点尊严。有某些人呢，现在处处为这个跳楼妹着想啊，甚至有一种功成身退的悲壮感。完了，你爱上他了。我叫舒克。楼下停车还方便吗？啊？啊，我司机送我来的，我不记得停哪儿了。还是前几天那辆？什么？小雅会所门口。啊，小雅会所，我记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那天骑了一辆电动摩托车差点撞到我车上，想不起来了？想干嘛？碰瓷儿啊？我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。我今天来这里，完全是看了桃花的面子。如果要聊的话，我们就好好聊；如果不能聊，我现在就告辞。走可以，但你立刻从桃花身边给我消失。后悔了？你现在看到我跟桃花在一起，你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很难受，是不是？他跟任何人好，我都会祝福，唯独跟你这种人，不可以。知道为什么吗？
你没钱没车没房可以没问题，但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下三滥。不是，我哪种人？我怎么就下三滥了？舒克，30岁，海龟设计师，对吗？对啊。那你设计一个我看看。真是可笑，我不是街头卖艺的，你说设计就设计啊，我怎么给你看？好，我正好有一个新开的会所要装修，没有设计师，你敢不敢来试一下？刘先生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像我现在这种段位的设计师，不是说什么活都接的。况且你那个什么会所，对我来说太 low 了。不敢是吧？那你就是下三滥。再说一遍。怎么了？想动手啊？来呀、啊！这不就是你们这种下三滥常用的手段吗？来呀、啊！真是可笑，我这种文明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幼稚。舒先生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也许你可以仗着自己小白脸骑着电瓶车追到女神，但是设计这个事儿，不是光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的，还是不敢接这单是吧？那就立刻从桃花身边给我滚蛋！我怎么就不敢接了？我接。接。我接。别着急签，条款先看一下。行了，不用啰嗦。多久出设计草图？按照我们这个行业的规矩来说，设计师一般情况下一周吧。这么快？一周以后，如果你的设计草图通过了，我会付你定金。但按照合同规定，如果你的设计低于行业平均水准的话，你要赔我双倍。啊？有这个条款吗？要不要现在反悔啊？我可以考虑接受。哎，不反悔了，签都签了，行了。要是没什么事，等一下。还有个事儿，我需要你跟我解释一下。这什么时候发出去的？刘宇，你就是个大傻子。哎，你干嘛呢？睡觉了啊？乖。放心，他听不见。你快跟我一起吧。你说他是不是个大傻子？他确实是个傻子，这么好的女孩都不要。你再看我们的小红。气死他！快跟我一块说，我们气死他！还接着往下听吗？再往后就是脱衣服的声音了，不是，后面是我帮他盖被子。那行，你们两个口味够重的，故意发给我听的是吗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他那天在那里讲话，我不知道他是在发给你，而且他那天喝多了，我以为他闹着玩的。够了！你现在是在骗3岁小孩吗？你觉得我会信？你不是还有几个设计要做吗？
不送。你是说，那姑娘的前未婚夫，请你给他公司做设计？对，我也觉得是有点问题。但是等我反应过来，合同都已经签了，毁约要赔钱的。舒哥，你放心，再过差不多一个礼拜吧，定金就能打到了。我一定让你在婚礼前拿到小皇冠。哎，虽说你做这一切是为了舒哥我，可我不能让你这么干。你是对我的设计没信心吗？那倒不是，你不觉得这人有问题吗？你怕他用这个机会来整我？你是说啊，他那脑袋？他是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？这不成心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什么？不是，你们俩昨天晚上都干嘛了？我也想知道啊，但肯定不是你想那样。孤男寡女，独处一室，干柴烈火，就没……呸呸呸呸呸！哦，我说呢。难怪他去找刘宇去了，他找刘宇干嘛？我哪知道，我以为你委派的。怎么可能啊！我给舒克打电话。什么情况啊？他找什么刘宇啊？关机了，这死耗子居然敢在我打电话的时候关机！再打一个。你还有心思惦记他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万一刘宇看见假证，他相信了，你们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早就回不去了。这个是免费帮你的，上次的钱我会尽快还你。你真会室内设计，以你的水平，费点劲儿还是能应付过去的。看来你不瞎啊。你桌子上那么多设计图纸，我当然不瞎。只是你好好的设计不做，卖什么房子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自从毕业以后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再没有做过设计。为什么？卖房啊。卖房来钱多快啊！猜你。不过我看了你的设计图纸，还是有功底的，不像是荒废了很多年的样子。我要不是因为出国啊，我也不会失去老本行，继续来做。你要去国外？对啊，再过两个月我就走了。所以你卖房子、办假证、做设计，都是为了学费？哎，那倒不至于。出国的什么学费啊、生活费啊，我存款里面倒是都有。我是为了帮一个人，哎，他很缺钱。看不出啊，你还挺仗义的。那这钱我更得给啊。别，从他给我的设计费里扣啊。既然合同都签了，好好做，一定让他打脸啪啪啪的。那肯定。服务员，两瓶红酒。你点那么多酒干什么？祝你一路顺风。哼，这话说的有点早啊。散伙饭，必须说点好听的。吃完这顿饭，喝完这顿酒，你做你的白富美，我做我的售楼员，以后再无瓜葛，对吧？走。来，祝我们后会无期。
老死不相往来。这婚纱照拍的真漂亮，这衣服得看谁穿。要我说呀，还是老六他儿子帅，是不是？帅，就算过奖过奖啊！哎，叔哥，你说咱哥几个这下一代，那还得说您闺女最漂亮。那是啊，那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闺女啊，赛我。哎，叔哥，您闺女这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？是，下个月她生日的时候办。哎，叔哥，我怎么好像听说桃花分手了呀？说什么呢？谁造的谣啊？我闺女她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闺女跟我女婿他们俩现在好着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着好着，好着好着。哎，你瞧我儿子怎么样？漂亮，我喜欢你。我跟你说，提前告诉我们啊。哎，你慢点，好好笑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道具，来，找一个，再来一张，耶耶，你看我发的微博和朋友圈，那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？放心，我把我妈屏蔽了，你当我傻呀？可是刘宇能看到啊。就是让他看见，就是让他生气。说的没错，就是让他生气。我把你送进去我就行了，我不去你家。没事儿，咱现在结婚了，我的家就你的家。对，我们结婚了。那就是我家，哼，回家了。回家。哪位啊？深更半夜的，和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勾肩搭背的，你像什么呀？你说话给我注意点，你说谁不三不四啊？我们是夫妻。嗯，就你，夫妻？不信我有证据。哎。等着啊！你干嘛？哎，桃花，你别怕，别怕，来，来来来来，你看，放开，看看啊！你还别害怕，桃花，是不是夫妻啊？啊？你叫他妈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件事情吧，天很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闭嘴。我有事要跟我女儿谈，有外人在不方便。我明白。哎，阿姨，那我不打扰了。哎，你别。你和刘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他分手了，之前怕您担心，就没告诉你。行，那你先说说，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有一阵子了吧？一阵子是多久？前两天你跟刘宇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上个月刘宇还来我们家吃饭呢，你脚踩两只船呢？怎么可能？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呢。你认识还不到一个月，你们俩就把证给领了，你这不是随便是什么？妈，其实什么呀？你和刘宇的请柬我已经发出去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请了什么人吗？你让人家怎么看我？妈，你关心的就只是这个吗？那你想让我关心什么？我关心你听吗？我让你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公司什么事我都不让你操心，
我把你像国宝一样的捧着，我图的什么？我就希望你不要像你那个不靠谱的爸。可你偏不听，你偏要把我这张老脸给丢尽了。有他在的时候，这里起码像个家。啊！我真是白痴呀，你一回。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上来。啊，顾客，在你看护室。这位女士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